各位，我是凯蒂。我们现在来到了非常大的停车场，望眼过去全部都是车，这边就是六福村。我们现在来的好像是优惠价钱是多少？599。哇，这个好凉。今天多了一个小妹妹，她的绰号叫做橘子。对。橘子小孩。哦，你看有人在玩，这是什么断轨啊？应该是死人轨吧。哦，老油井哦。好热哦，走了这么久，到第一颗有树荫的底下，太阳真的超大。啊！热的爆，热的爆。跟你对一下，这样的话是两个是399，一个是999买一送一，学生550，这样是2347。好，收金的证件待会要出示在验票口。当一送一，买一送一，路上了在那边，走吧。来，现场正在入门的有。这边有一个活动，100元抽两个抽抽乐福袋，现在就是去抽的哟。可以抽两张，欸，那我现在就来抽咯。兑奖用的，抽哪一个？这个好了，好不好？抽。没有啦。Hello。这是鸡的图案是什么意思？我收的入园发票，先不要收了，发票快帮我拿出来。好，现场正在入园的游客注意哦，你手上的入园发票，你要收到的是你手上的入园发票。我们两个河马。河马为什么有怪兽的这两个造型笔，它是两个造型笔，那是我给你的玩。可以拿回去给哥哥玩那个一个人的捉迷藏。我现在要往园区里面走。到整个园区的方式来进行。现在右旋，我们现在要坐小火车，在你地下。这边是好多只行程的狐獴，其实没有注意看的话，没看到它们。我只适合来坐这种静态蒸汽火车，好热啊！现在等了大概10来分钟，终于要换到我们上火车。虽然等时间有点长，但是这边是凉爽，不会晒到太阳，所以还 OK。里面的，啊，为什么会有一只手？因为这是长颈人才会开始跑。他不能干。嗯，小火车看了很多种没有看过的动物，都非常大只，属于比较温驯、比较静态型的动物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前往猛兽区。猛兽车来了，上车。超热，即将前往猛兽区的游览车上。1号餐跟1个2号餐，你要这个可以帮你点餐哦。
要呢？可乐、雪碧、柠檬、打分打。啊，都可乐。408，帮您签了。二号。哇哦，精神。我们要开动喽，大粉见，拜拜。开始玩周边的游乐设施。今天呢，老板说叫我要挑战三项。Let's go。来看凯蒂哭吧。对啊。Hello， 各位，我们现在前往飞毯。风火轮。不行不行，那个不行，那个不行。那个死了。那个是老板自己上去。去吧。我只敢玩这种类型的，这种类型已经算是我的 over。这个真的是，这辈子应该不会再上去，一次就够。骑马减肥。对。你在干嘛？骑马减肥。饭。欢迎啊。感觉是要玩水的比较适合，所以我们还要玩这个。对对对对对。心脏病。期待吗？可怕的感觉。我的背可能会痒痒的。好啦，每次都痒痒的。为什么你的背会痒痒？不知道，每次做这种刺激游戏，背都痒痒。Hello， 各位，我们现在。要搭乘游乐设施。心怕怕的，好可怕、啊，真的很可怕、啊。欢迎光临飞毯，乘坐本项设施。哦，开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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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眼睛闭起来，眼睛闭起来更恐怖吧？不会啦，我眼睛闭起来我就不会看到。哎、欸，开始变高了，一点点了，一点点了，我要发炎了，我的肺啦！隔壁的姐姐，快点，赶快坐住她！我操！大哥，怎么了啦？大哥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个要去哪？等一下他们。沙漠风暴，它是全国唯一的自转式云霄飞车，绝对会让你惊声尖叫。各位，注意到我们的。投票时间，搭云霄飞车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减轻那种恐惧？跳舞是闭眼睛呢，还是张开？放声的尖叫？这边有资讯卡，帮我投个票，谢谢。好，开始了。这个是可能向外，可能会很摇晃。对，好可怕。对啊，超可怕的。等一下可能会摇晃。哇，开始旋转了，好会旋转。是火山历险，四个人一艘船，好像看几乎下来的每一个人都湿了。我们都没有带衣服，我们没有准备衣服，也没有穿雨衣。它会从高的地方这样俯冲下来，然后就会溅起很大的水。好热哦。老板超胆小，超胆小的。走吧，我们换下一个。抱着那一张、啊。你要尿尿？谁尿尿？哎、欸，爆美食、欸。
么都没吃雪黑色的都是的，好好玩。Hello， 各位，我们刚才玩完《火山历险》，现在走到一间礼品店，有一个纪念代币。那我先来换代币。这种特别的，所以它等于是直接拿这个圆圆的，然后把它融化之后再压出他们的币啊。然后还有这个盒子可以给你，那再来投吗？剑龙、地龙跟暴龙、三角龙、暴龙，来，我买个给你。三够组吗？看这样，好像有，有了有了，就是长这样，看出来，可爱可爱。我们现在要去玩下一个游乐设施，拜拜。好热哦，有点渴，我们前面买一下可乐吧。可乐有大杯的吗？那你大杯。好好，多少钱？好，我们现在要去飘飘河。差不多到了假期结束的时候了，现在已经九点了。那我们大概就是以这个游乐设施当做今天的 ending。来这边，帮我加快点。不用，妹妹，我先下妹妹。哎，扶我一下。我没擦啦。大家的心都不要站立哦。到你了。我是什么？哦，有人在那边按，真的是。被万般的折磨，水上陆地大概都瘦了一圈了。这位小妹妹她都哭着叫妈妈。你好啊，我要把你的订阅都全部都按掉，我等一下可以马上按掉，现场按给你看。怎么办？他退你追踪了。没关系，我被骂习惯了。那我们鸡排也吃了差不多，等一下准备要回家了。说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喜欢、分享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。